问这么巧合的事情，岂是能用玄学来解释？本身性格就大大咧咧、活泼可爱的杨子，在娱乐圈中结交过不少的好哥们儿，而曾经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恋情，导致自己把重心放在工作上。不过杨子近几年确实也主演了不少的电视剧，并且几乎每一部剧播的都会爆火，收视率远超同档期的其他剧，可想而知姊妹付出了多少努力。但年近30岁的她却在与肖战合作后表示自己想要有谈恋爱的想法。杨子，你还不谈恋爱啊？想谈但没有，没合适的，也遇不到任何人，并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。而肖战跟杨子的 CP 也让不少粉丝入坑，主要是两人不管线上还是线下之间的互动都是你浓我浓的，这么甜的戏码还有谁没有磕上头，并且两人的绯闻也是愈演愈烈，但都是没有见到正主出来回应，不禁让人怀疑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。而最近就有网友发现，在姊妹的微博自动回复咕咕咕对应了肖战重庆话中的一句话，高兴了，高兴惨了，他开始咕咕咕了，高兴惨了，他开始咕咕咕了。这暗搓搓的糖还有谁没有磕到？不仅如此，肖战还因为杨子爱上了吃火锅。在认识杨子之前，肖战最喜欢的食物是面包。完全没有吗？面包。但遇到杨子之后，肖战就喜欢上了吃火锅。你这年吃过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？火锅吧。还好。最喜欢的话，火锅。在采访中也是多次选择火锅，还有姊妹的口味本身就是喜欢吃甜的。后来在一次采访中知道战哥喜欢吃咸粽子，姊妹就慢慢的改变口味，爱上了咸粽子。果然爱情不是一句简单的我喜欢你，要双向奔赴，你信念也是我的信念，你的梦会变成我们的梦。说起来，肖战自从出道以来，他的感情一直是一个谜。已知道的是，他在大学时期也是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恋情。这个大学时期的恋人，如果知道现在的肖战混得这么好，当年还会选择和他分手吗？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存在，才让肖战这么多年来不能释怀吧。曾经在一次采访中，战哥公开承认自己之前恋情。以前有过，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房子都买了。还表示，当年家里都为二人准备好婚房，二人钻戒都买好了。最后却还是失去了。大学期间的肖战因为长相帅气，因此备受女孩青睐，但是身为校园风云人物的他也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两人都已见过家长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结果在二人即将毕业，女孩选择出国留学，二人因为规划不同，随后便选择了分开。估计女生怎么也没有想到战哥之后会进入娱乐圈吧。这段感情也让肖战几年都难以释怀，一直都没有恋爱的消息传出。据知情网友爆料，有一个女孩从肖战大学暗恋到现在，因为一场活动让她对肖战产生了感情，但是当时的肖战和女友二人还未分手，她只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。后来得知战哥分手之后，她还给肖战发信息开导过他，而且两人在一次聚会上还相遇了，但是女孩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去表白，或许是害怕肖战还未走出上一段感情吧。女孩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，一直到肖战步入演艺圈成为顶流之后，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女孩如何了，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爱情，不知道肖战知不知道这个事情。肖战私生活很简单，一旦有空闲下来基本都是在画画，这也是他的优点，不忘初心。不过越是简单的肖战，粉丝们越是担心害怕他孤独终老，毕竟他曾经就说过恋爱对他来说就是失恋。92年的战哥如今已经31岁，粉丝们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。直到肖战与杨子合作新剧之后，二人在剧中甜蜜互动也是让观众们吃了不少的瓜。真的为什么连肉都没有啊？2020年底，经历快一年网暴的肖战首次出现在星光大道，与姊妹搭档共同演唱歌曲来为新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宣传，此次合体也是备受关注，这预示着肖战即将全面复出。演唱会结束后，姊妹并没有立刻下台，而是不去镜头轻声地对战哥说加油。这一幕当时被不少观众看在眼里，纷纷表示二人互看时眼中的都有光。大家都知道当时的肖战因为227事件被全网黑，而圈内所有明星都是对他避之不及，
跟他合作过的女明星，也就杨紫一个敢于挺身而出支持肖战。在肖战心里，姊妹永远是那个最特别的存在吧。毕竟在黑暗中被人安慰，所以如今二位的关系更是让人羡慕。姊妹的重情重义在圈里也是公认的事实，因此姊妹也是获得了圈内无数好人缘，所以肖战会被吸引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尤其是圈内引起深情的明星更是数不胜数，很多成功的电视剧演员都是需要带入角色，这也让很多年轻演员难以走出角色。在现实中彼此产生感情也是很正常的。而杨紫在《余生》开播时就说过，那天我杀青了也哭了，这几个月我俨然已经成为了林之孝，真的脱离的时候比想象中要痛苦，我缓了好久，我想林之孝与顾威能在他们的世界继续幸福美满生活，真的很美好也很温馨。这段话说明了杨紫爱上戏中的顾威，甚至是戏外的肖战。还有战哥在采访时被问到有没有对杨紫心动过，说没有那是假的，那肯一定有，但是没办法。这样的回答也算是给出了答案了吧。而随着余生的热播，观众们沉迷在他们剧中甜蜜画面时，殊不知他们私下的相处更是让人挪不开眼。其实姊妹算是肖战合作的女演员中最不避嫌的一位，曾经外界疯传她跟李沁绯闻时，肖战则很快站出来澄清，急忙撇清二人关系。可自从遇到杨紫之后，他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剧中二人 CP 感爆棚，剧外更是丝毫不避嫌，特别的兴奋啊！就那一刻，哇塞，我的白马王子，我的男朋友出现了，终于解救了，哇，好开心啊！这一路走来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？成为你的家人。这样特殊的待遇，杨紫可是头一份儿。毕竟战哥可是圈内出了名的分手难得的男人，而杨紫成为了他的例外，甚至他们还隔空合唱了一首歌。如果这世界不再是个喧哗，我用寂寞的一切奔向你啊。这两人也太浪漫了，在片场拍摄时，二人也经常一起嬉戏打闹，参加活动时更是主动为杨紫提裙，百冲当杨紫护花使者。杨紫对肖战的态度就是赤裸裸的偏爱。肖战任命合作的一部新剧，虽然剧中也是爱的刻骨铭心，但剧外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二人都是十分的客气，毕竟战哥和姊妹合作结束后还换了理想型，简直不要太甜。对此你们希望他们在一起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。